影片开始前 ，Skin Club 是一个由 CS 的抽箱子博弈系统所衍生出的第三方赌网，让玩家重回过年时买刮刮乐的抽奖平台。不是投资，未满18请勿游玩。当你的钱因自身意志而花出去时，100%是你的责任。要玩，请使用闲钱10%，有1000拿100，有1万拿1000，就跟买乐透一样，输了也不会难过。别相信任何陌生视讯交易，都是诈骗。影片有抽奖，记得看完，爱你们。各位凌晨好啊，各位凌晨好。在打 CS2 之前呢，我想先跟各位公告一下最近的情况啊。那有些游戏规则需要更改，那各位可以看到非常多人来领奖哦，也代表我们抽奖抽的人非常多，那是好事。但是呢，因为发货的人只有我一个，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有些人可能会等个7天、14天之类的。那不要紧，我们现在更改一下游戏规则。只要不论是直播或是影片，你在这边一样可以领奖登记，只不过我们是一个月为单位，就是月初到月底，那中间会有陆陆续续的人来领奖登记，但我们就是月底结算，月底一起把造型都发货过去之后，就是采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比较不容易乱，第二个你们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货，那我也比较好一次发货这样子。旁边的猫咪也很认同，喵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 ，OK，OK，、okay, okay, 好 ，OK。他叫什么名字？叫哈娜。哈娜，好 ，OK， 谢谢哈娜。他是母的还是公的？母的。母的，好。好 ，OK， 那干，我忘记要讲什么，靠威。好，取而代之的是 ，shut the fuck up， 不是。取而代之的是，干你娘啊！你信不信我扁了只猫？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送很多东西。譬如说，这次直播我们就要送六把枪，哦，这六把枪，1、2、3、4、5、6，六把枪哦，非常的多。我会尽可能的在让之后的影片和直播抽出了枪哦，即使有些枪没有那么贵，但是我可以经过我的特别挑选，让它变得很好看，然后也可以抽给各位观众。好了啦，停了啦，效果做过头了，我拒听你了。你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然后干你娘！你还有忘记很多事情要讲，靠腰嘞。对，等一下我打完 CS2 大概留个半小时，我们来抽奖。还有什么要讲的？靠腰嘞。DC 的卖武器是不是关了？哦，对对对对，因为最近诈骗太多了，然后我们需要严格的审核认证的卖家，就是我们要认证说到底谁才可以真正交易，而不是那些国外的 Steam 诈骗的工人。我们可能会花一些时间把卖场整理一下，让大家都能够有安全的交易。所以再提醒一下各位，最近的诈骗真的很多，然后 DC 上面很多脑残的私讯哦，基本上只要是陌生私讯，大部分都是诈骗，什么有人假扮女生的头贴啊，然后说什么你有没有在玩什么什么。什么游戏啊？那都是诈骗，好吗？不要用积极思考，好不好？各位，真的很低能。通常有脑的人都看得出来，那都是诈骗，那是假头贴。一个女的怎么可能会主动找你们啊？对吧？你们的脸我都看过了，白痴哦！直播的画面不对，哪里不对？哦，靠腰嘞！等一下，妈气到我的直播的画面都不对了，就很奇怪。就是好，即使你知道那是诈骗，那是什么东西，那你还硬要跟他聊，这不是很白痴吗？就好像你好像很没有朋友一样啊！我看很多在那个 Discord 群在那边说，哎呦，这个是诈骗啊，然后就我一看，密密麻麻一长串的聊天记录，我看了之后，哦，干，观众真的是啊。哦，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理石建成，它这个是 0.032 的几率，但是这个赔率30，然后对上1500啊，我个人觉得是还蛮香的、啊。而且底下的话其实还蛮多 0.2 0.3 的几率可以中一把刀子，所以这个箱子我倒是觉得蛮不错的。那我们先开一下例行日常的免费宝箱。秋月你还在吗？要不要让你们家的猫再叫一下？还是他睡着了？不知道他跑到哪去了，他刚刚一直在玩镜子，他是想要把他撞倒，会有什么毛病？等一下我先调整一下视窗，为什么视窗一直在变啊？三小好，现在是撸猫时间，让各位来听一下猫咪的声音。各位听到吗？这个就是他几岁啊？2、3岁而已。所以他是 pussy 哦，是吗？对啊。哦、ASMR pussy sound effect 发情了。哦，对对对，他没有去截杀，他没有去截杀。我出来了，谢谢主播，不客气。我就知道凌晨3点的人都很怪。
那你觉得你在撸猫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一点安慰吗？安慰。它是什么猫？它是橘猫还是黑猫？还是？同时是橘猫、白猫跟有它有虎斑，反正就是三花。真的假的？对啊，三种颜色。你们的照片可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有啊，很多。哦，发情了。哦，对对对，它没有去结扎，它没有去结扎。哦耶！昨天是国际猫猫节，真的吗？国际猫猫节，难怪，干，差一点就中了，没关系，今天箱子的重点不是这个。OK， 再来是抽哦那个箱子，让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可以停了，谢谢。他的表演很精彩哦，你看是不是女皇？但还是亏了，因为没有五箱，五箱是150。欸，你要知道这影片是你要剪的，如果一堆猫生的话你应该很难侦测字幕。因为我现在用最强的侦测字幕，超强的，基本上90%。是吗？我快出来了，别叫了，好啦，超扯了，不然用 VPN 去载超快了。真的假的？对，都是喵。我没有认真抽过这个箱子，但我觉得我应该会中个好东西，至少一把刀子，我个人有这种感觉。现在是没有，干你老师，我觉得单抽比较好。不要再刷 WOOF 了，我们又没有在抽奖，我们等一下才要抽。杆子好烂哦！呜 ，fuck， 还可以吧？没有，刚刚那个完全不行。玩 Roblox， 靠呀！我看到爪刀了，我看到爪刀了，各位。我干，我又看到两次爪刀。我再抽个十箱，如果没有好东西的话，我就不玩这箱子了，那就是真的很烂的箱子。哦，还可以，还是亏。没有，敲桌子断线这东西是别人家的，他那个显卡支架有问题。欸，很扯，他是这种什么动一下之类，那个电脑就直接宕机了。而且是无预警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就这样，然后就直接宕机了。Night Wish 又是这把，我觉得没有，是他那个因为显卡有金手指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接触不良，所以他一直是在那种非常危险的边缘在打游戏。你说哪一天他可能玩游戏稍微大力一点，那直接断线。然后昨天那一集真的很好，更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更好笑的是你们都一直在把我直播前断线的那个表情一直在传来传去的，真的是有个智障的，等一下给你们看。舌吻 crazy 模式嘎嘎有料，好，我等一下来试试看。对啊，那个惊讶的表情，干妈差点中好的东西。这箱子看起来是没料，对，没有错，我们可能需要换一点好的东西。Hold on， 0.7%。等一下，那感觉开始了，等一下，再让我多抽个10到20箱，确认一下。No， 不是这个。好啦，那先这样子。那个会员的部分，我赶快把那个东西审核哈。今天先这样子，各位，再见了，各位，晚安。感谢你看影片到这边，现在你能参加抽奖，只需订阅 YouTube 频道，关注 Instagram， 加入 Discord 群，并注册 Skin Club， 截图丢到文字频道，最后影片下方打上关键字，在7天后我们就会抽出得奖者，每月75元加入会员，还能不定期参加额外抽奖活动哦。